除了有你们在之外，我今天还有一位好朋友也在现场。我的好朋友庄栋梁，欢迎来到马来西亚。何君，你愿意唱两句小乌龟送给陈小诗吗？两句就好了啦。送给你，送给我。Hey, what up, Cindy? Yo, yo, yo. How you feeling tonight, girl? Hey, I know you've been thinking about me. Yo, boy. 我今天很开心。除了有你们在之外，我今天还有一位好朋友也在现场。我的好朋友庄栋梁，欢迎来到马来西亚。何君，你愿意唱两句小乌龟送给陈小诗吗？两句就好了啦。送给你，送给我。歌声代替语言，深情只曾不见。一起拍手吧。那一刻吻他的脸，哦，地转天旋。谢谢。你今天晚上站队。真的啊！谢谢栋梁，谢谢。我也没想到，相隔了17年，是真的，真的是回去看了一下，散了一下，才知道哇，已经相隔17年了。再次踏入马来西亚领地，觉得很开心啊，非常开心。好久没有来到马来西亚，跟马来西亚的歌迷朋友们做这么近距离的这种表演的互动了，所以。非常的开心，因为在这个将近海拔2000公尺的云顶上面做这个唱跳的表演，其实我觉得跟在平地表演的时候这个压力感不太一样，还是希望表演能够很好很完美，有一个我觉得蛮明显的差别，所以工作人员都准备了很多的氧气瓶这样。不过这个就是歌手的日常，对，在面对工作的时候，你会有一些不同的气候、不同的环境，尽力去克服，还是把表演做好的日常。